吧？没有吧？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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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。哎，你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咱上医院看看去吧。咱上医院检查检查吧。上医院看看。谢谢叔叔。对不起，大爸爸。啊，这是我们公司最有发展前途的广告设计师石小猛。小猛，设计方案呢？啊，我们还有一个第二方案，要不然我们先看看这个。去叫阿东来吧。小猛，你先出去吧，晚点儿到我办公室谈。昨天是英雄救美，今天是路见不平。你的生活还真是丰富多彩啊，两天你就救了两条命。小猛啊，你比观世音菩萨你还神通啊。不是胡总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胡哥，我对你怎么样你是最清楚的。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的待遇率那是越来越高，为什么你一来就有这么重要的位置呢？而且我把所有的大 case 都先交给你，还不是因为咱俩是老乡的关系啊。是，我知道胡总一直很照顾我。那你也不能辜负我对你这种照顾。我可不希望公司的人说我一碗水没有端平。以后的策划案你和阿东一人一半。不是胡总，您听我说啊。就这么定了。好的。哎呦，这手还真受伤了，赶快上医院处理一下吧。反正这个 case 也泡汤了，要是需要就放几天假。早餐，谢谢。哥们儿，你够给力的呀！啊，这谁拍的？反正不是我拍的。不是，那你跟着转他干嘛呀？明星都转，我怎么不能转？删了，删了，行吗？删什么删？删删删！不删，不删，不删！正事儿，正事儿，我差点忘跟你说。哎，我听说啊，咱们这销售部门的主管马上就换了，好像要换什么一个从美国总部调回来。那现在这张总呢？我哪知道？我说怎么这两天没来上班呢？这屏保该换了啊！换你啊？还不够资格，依然不行。哎，小猛，哪个医院啊？没事了吧？没事，缝了几针。怎么弄的呀？舍己为人，你信吗？我信。差多少？
我也可以有日子没来了，哥，想死我了！你想我们了？想过我们酒了？不是，都下了，哥，你这胳膊怎么了？没事，赶紧弄饭，早饭午饭全没吃，饿了。为什么人？啊？哎，你怎么把我们三个照片摆吧台了？辟邪。正经，北京大这个草坪乐队啊，那也是无数学弟学妹崇拜的偶像。走，想吃什么？凉拌牛肉吧，那是少不了的。啊，坐。哎，我们写都哪去了？现在怎么越积越多啊？那你得仔细找，那旧的都在下面呢。开业这十多年，我就一直没拿下来过，都是你们这些学生写的。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一些自己的回忆，挺好的。哎，你看那个写的啊，今儿晚上就想跟你睡。这个现在学生多大胆儿，你说？不错，我给你张个菜啊。咱俩这是怎么地了？昨天你玩蹦极，今天好嘛，我受伤丢资料，这都是命啊！要不然咱俩明天上牛头宫拜拜？我看行。哎，你怎么没给程峰打电话呀？400块钱的事儿得找他了。你知道我那房子那首付、定金20000，他垫的。那你后面工作怎么办？冯文强倒说让我歇2天。方案该交还得交啊，不是丢了吗？电脑里还有 copy 啊。废话，我当然必须在硬盘里备份。问题是，大部分都是手绘。胡荣强说答应给我80000块钱的奖金，问题这个钱现在还没到位呢。我就想，这80000块钱给我，我怎么办？首先，20000块钱得先还房子吧。剩下60000正好是我那个房子首期。这个房子现在事关重大，直接关系到我跟我们家丫头未来的幸福，所以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我不能出错，你知道吗？牵一发动全身，这个头发还攥到人家胡荣强手上，不走我头皮，走我心脏啊！哎呦，那么严重？哎呦，你不租房子，你哪知道租房子人的苦啊？心里边没根儿，你永远睡觉都不踏实，那个滋味就好像是飘，所以。北漂这个词儿特别准确，私人老板就是这样，底下人的生死都在他嘴皮子上。反正我现在也是一个人，晚上我去帮你弄。废话，你以为呢？我劝你换工作吧，真的。我学习成绩差，搞搞销售也就算了，你可一直是咱们班的状元，这么下去不屈才啊。考研我没钱，进好单位我没人。要说换工作，最起码得等这80000块钱到手再说吧。当初就差7分，咱就没上去清华，是吧？上了咱们学校，得亏是碰见你们几个，但是我自己的这个豪情壮志啊，早就消磨没了，已经变得越来越具体，越来越现实。具体到就剩一个38平米的房子，怎么办？没办法。所以我把我今天自己所有的这一切经历归结成一个字儿，命。你看你昨天你跳楼没摔死，这是你的命，是吧？我今天胳膊摔坏了，我资料丢了，这是我的命。那人疯子生下来就比咱们好，比咱们有钱，比咱们牛，这是疯子的命。我现在就给这畜生打电话，叫他来买单。干嘛呀？没事，人家好不容易碰上一次在美女面前碰壁的机会，咱不能打扰人家。也是啊，你看，程疯子同志一向尖刺鬼，现在就让他和美女洗脚水。有事吗？我你是不是想说你喜欢我，想跟我在一起啊？啊，对，我程先生，
一个人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，就得先学会自重和尊重别人。首先，你们拿感情当赌注是非常不道德的行为。其次，想要游戏，请找适合的对象。再奉劝你一句，想打发时间，别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，因为请你相信，任何事情都是有轮回、有报应的。你知道啊，他最好免了，这次一定是人间唯一。最重要的是，这次他输定了。你在哪儿呢？等我，马上过来。啊，程峰教官，他被重创了，我们怎么办？打死不承认啊。林小姐，这期的选题我实在是通不过，没有针对性，没有热点，我真怀疑用什么思考出来的。我觉得挺好的，理性与感性。你以为你写小说啊？你怎么不叫《傲慢与偏见》啊？你觉得这样的标题读者会有兴趣吗？那是不是换成《性与性感》就有读者了？林娜小姐，失恋是每个女人的必经之路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你不要总把它晒出来当特权，更不要拿我的同情心当好欺负。别让我瞧不起你。要女人都像你这样，失恋一次死一次，世界上就没女人了。我看你这期就写，我在失恋中死去活来。这个还行。出去。哎，方大爷。老板呢？在厨房。哎，锤哥，我给嫂子带束花，人过来拿来啊。来了。哎，别这么没眼力见儿，干嘛呀？怎么了，胳膊这是？来，坐。怎么了？没有，门子给钉了。哎，有些人怎么家里来给老板娘送花呢？这有什么奇怪的？很久没见了吗？这玫瑰不是给情人的吗？可说呢。我当然知道了，我是让铜锤转给嫂子的。他知道啊。哦，都废话呀。哎，行，我这替嫂子先谢谢你了。哎，漂亮吧？不是，你这什么情况啊？好像打扮的跟新郎官似的，相亲去啊？回家了。等一下，你走不走？人太多了，等下一班吧。傍了大款就是不一样，这么大的电梯，四个人都嫌弃。没看人家身价不同了吗？里外里一水的香奈儿。干脆啊，让她老公给她整一个 VIP 专属梯得了，只有她自己能做的那种。她老公有那么牛吗？要不要把报社买了当社长呀？买报业集团呀？你以为她老公是默多克呀？哎呦，别老公的了，这样啊，今天是你老公，明天就是她老公。走了。不像有意见。哎，你们说是不是吃不着的葡萄都是酸的？你胳膊到底怎么弄的呀？没事儿，破了缝了几针。嗯，该遭报应了。我跟你说，这种坏主意老吴想不出来，一定是你出的。哎，这回你还真是看走眼了。对啊，主意是我出的。你上厕所的时候，我就跟人姑娘说，你要拿人开涮，拿人打赌。所以呢，我就让人家别上你的贼船。怎么变我赌了？不是你俩要跟我赌吗？哎，出发点和动机可是完全不一样。我们是为了净化社会空气。真孙子，一个坏招把我整个布局通通给打了。没人逼你的，你可以认输。其实他也可以耍赖，也没人说不让耍赖。你俩甭激我，还有两天时间呢。
局面已经如此不堪了，你又何必逞一时之能呢？他现在其实可以认输，认输也砸不掉你情圣的牌子。行啊，二位配合得越来越默契了，赶上说相声呢。面对你私生活的糟烂问题，我们选择并肩作战，同仇敌忾。你们知道这么做会引发什么后果吗？你浪子回头，你挥剑自宫。错，你们只会把我无限的把妹潜能给逼发出来，让我泡妞的小宇宙空前爆发。好啊，二位，别说我没提醒你们，为了防止被我的魅力四射伤及无辜，最好尽快通知你们认识的所有异性亲朋好友，在两天之内不要现身在我出现的方圆一公里的范围之内，否则一旦被错杀，后果自负。上帝造人用了七天，而哥们追一个姑娘，尽管被你们俩设置了重重的阻碍，两天足以。我能不能跟你说一句实话？你快说。就是我对他的不要脸已经从极度厌恶上升到了叹为观止。哎，这就是我是见过无耻的，没见过这么无耻。是啊，不用打击我，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的，最后的失败一定是属于你们一个啊，一棵树上吊死的笨蛋。谁一棵树上吊死？还有你恋童癖，你才变态呢。你敢把那钱包拿出来吗？让大家看看看看看看，证据就在里边。我早就说过，这是高中的时候拍的。拿过来的。阿弥陀佛，罪过呀，罪过。哎呀呀，童川，童川，过来，快给看看东西。哎呀，忘了。问你个问题。来，宁峰，这是小猛的妹妹，你猜猜她多大？多大？仔细说啊，十四。对喽，赶快去报警去！报警！报警！别闹！十四哎，这个是小猛的女朋友，罪过呀！才十四，这长得确实显小，罪过呀！哎，对了，那小西呢？好久没见了。忙着呢。你哪个？那个，再加个凉拌牛肉，凉拌牛肉，凉拌牛肉。你跟沈冰好了快五年了吧？五年就是个零头。我们俩是从小就好，青梅竹马。就是那个时候没把关系说破。大四那年暑假把关系定下来的。大四？我记得你大学四年就回老家一次了，你。是啊，那时候路费多贵呀。啊，回去一次把终身大事给搞定了，你上去可以啊。哼。我想起来了，像谁？这相片里的，像谁啊？那个小丸子，樱桃小丸子，长大以后就这德行。不跟你废话了，我们得工作了。你们什么情况？他手受伤了，我晚上得帮他画图。那别叫我一块儿吧，我捎带着帮你想一个什么石破天惊的创意，振兴一下你们广告界什么的。我们不敢劳动您老人家，耽误你泡妞时间，我们吃罪不起。你别说，什么泡妞时间？我晚上跟我约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客户，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。反正还有48小时，你自己看着办。真是客户。哎，胖子，那个电话你要到了吗？也。哎，你一会儿发到我手机上啊。好嘞，非常重要啊。好。哎，我估计这次啊，真得输你俩了。我这客户非常重要，最近特别忙这生意。您能装得再像点吗？上帝欲其灭亡，必先令其疯狂。别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。再见。你一定要保命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保命。十五吧，真不是为了钱，我还真是为了家找个好归宿。我特别相信，一看你的面相就是一个特别重情义，尤其是重友情的姑娘。
真是太善解人意了。骗人头，像你这样对女孩上身的男人真的灭种了。你要对他好点，我还希望能早日吃到你的喜酒呢。缘起缘灭自有定数，得知我性失之我命，仅此而已。肯定能的，能得到的，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嘛。我觉得佳佳吧，应该是那种外表冷漠内心狂热，骨子里边特别爱好浪漫的那种人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，你对佳佳太有感觉了，看来你们还真是有缘分。其实佳佳这个人吧，你目前的状况不太适合独居，我照顾你也不是长久之计，找个保姆吧你又没这条件，你还不如跟疯子贷笔款找个护理，把这段时间熬过去，个把个月之后你还是一条好汉。其实真没事，哥们儿苦惯了。没错，大学四年只穿一条内裤的丰功伟绩，到现在还让学弟学妹们津津乐道呢。我今天菜钱又欠上你了。记这么多什么时候还？反正从大一到现在，每张饭票三朝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。你看这里边最多的疯子，他是懒得记也记不住，我都得替他记着。你记他干嘛呀？这不是钱的问题，这情分。我欠你们俩情分。你别在这犯恶心啊，恶心你就吐。所以你说我毕业到现在这么长时间，我还靠着你们的救济过日子，没脸啊？我就不应该活着，我就应该去投护城河。现在是非常时期。哎，那你说非常时期，我是不是就能把非常的沈冰同志给接过来照顾我了？他能来吗？咱大学毕业的时候他说是要到北京来的，问题是你说我现在我这个房子我是租的，我怎么地我得有一个自己的小房子，我再把他接过来，是不是？他学什么专业的？幼师。他喜欢吃日本寿司，羊排配黑椒汁，鸡泡红酒，还喜欢吃猪蜗牛，他还喜欢冰岛女歌手比奥克，对对对，他还喜欢德鲁皮的狗狗。你别光看着我呀，你也吃啊，给你来吃，吃吃吃，哎呀，你吃吧，你不不吃啊，行。这些东西你不喜欢吗？我劝你还死个心吧，我是不会和你怎么样的。哎，我为了想向你道歉，请你吃个饭。对不起，我有约了。我明白了，除非是你怕。我有什么好怕的？你当然不是怕我强奸你非礼你，你只是怕自己跟我多接触一点吧就会泥足深陷情难自己。哎，为了证明自己的勇气，除非你答应我。魔术在哪儿呢？没错，是从一个游戏开始的。可是我现在想对你说，你真的让我认真起来了。你昨天跟我说的话犹如当头棒喝，我整整想了一个晚上，脑海里翻来覆去都是你的影子。
怎么散也散不掉。所以今天早上我做了一个决定，我要继续那个赌约，但这次我不是为了赢他们，只是为了要赢得你。你别这样，你在跟别人打赌，对不起，这个忙我帮不了你。没错，刚一开始是为了打赌，可现在确实由这个赌约而产生的缘分，其实我们可以一起赢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就帮你赢这一次。吓死我了，干嘛呀，变魔术呢？鬼片看多了怎么样？投资公司那边说接到了我的命令，今天晚上紧急加班两小时，工作的核心任务就是检查团队的协同作战能力，方式是开灯关灯。对，没错，是我假装圣旨来着，我也是为了你好，帮你调研调研他们。事实证明目前公司员工的凝聚力还是可以。你还要慌到什么时候啊？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干什么，你除了整天穿梭在一个又一个女孩子身边，你还能干什么？你整个就是一个败家子儿。败什么玩意儿？败家子儿？不是，哪个是家？哪来的家呀？就这破房子，这就是家。我们那家早就被您了给败光了，我现在不过是子承父业罢了，对不对？我还是习惯呀、啊，您叫我纨绔子弟、好色之徒啊，这我比较习惯，好吧？再说我这么多年的风采，还不是您老人家的言传身教啊？那词儿怎么说来着？好，对了，嫡传基因 ，Good night。然后他就消失了，一连十几天都没打过电话，也没发过任何信息。这个疯子，混蛋！疯子，放就是混蛋。可我就爱那个混蛋。哎，你说我是不是特犯贱呢？如果爱一个人是犯贱的话，那全世界都是贱人，贱人。我就知道你特能理解我，林小姐。其实我特佩服你，你可以为了爱情去跳楼。你也知道那事儿啊？你看微博上都传疯了。哎，效果呢？效果好不好？那个男人回到你身边了吗？在路上呢，他很快就会回来了。为什么呢？他双鱼 B， 我天蝎 A， 他上升星座狮子，我是白羊，速配指数99。他木命正好缺金，我金命正好补木。我是寅时的虎，他是亥时的牛。无论是中算还是西算，无论是星座占卜还是八卦周易，我们俩都是绝配。绝配是什么？你懂吗？绝配，绝配就是上天注定一定要在一起的两个人，绝无仅有能搭配在一起的。对。
他这个 PS 太成功了，这个什么 PS 呀？电话我都打了，人一会儿就到。怎么着，二位爷，这回住的心服口服了吗？本来给他准备的忘情水，这回改咱哥俩喝了。记得那天咱们打赌的时候说什么来着？你们俩如果输了，每个人要马上替我做件事儿，对不对？我石小猛，我也好像没。你那件事儿，咱们可以先欠着。老吴，你这件事儿必须今天晚上得给我办了。哎，凭什么他不做我做呀？我明白了，疯子的意思呢，是为了让我们一起来帮助你。因为你现在是孤家寡人的，你看疯子有疯子的，我有我们家丫头啊。其实这件事非常简单，就是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，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地方，你去认识一个美好的姑娘。饶了他吧，他都快死了。那不成了，平时总跟我玩清高，跟我装诗人，今儿必须得给他一教训。跟你说啊，你再等等，后边还要安排呢，好戏在后边。回来了，时间不多了啊，你们杀了我吧，杀了你也得去愿赌服输，懂不懂？老吴，早晚都是死，早死早脱身。对，石小猛，哎，老吴，我不，为你好，过来，我，不，哎呀，哎，看那边那个吗？一个人，长头发那姑娘，她一个人来。我观察好久了，刚偷看了你好几眼，你找他聊绝对有戏。行，我说什么？你就跟他说，你就说你好，你相信一见钟情的感觉？你别害我行吗？不是害你，真的。我跟你说，现在的女孩都特别喜欢那种开门见山的感觉，因为她觉得那样也够闷，她够浪漫。我为什么一直无往不利、站不上啊？就是因为我够直接呀、啊。因为你不要脸，你也就不要脸。对，你也得不要脸。相信一见钟情吗？你神经病吧你！怎么回事啊？老公，这是神经病！我没病，我你想干嘛你？不是朋友才对。哎，哥们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听我讲，我别碰他，脑子有病，脑子有病，带他去医院呢，还出来干嘛？哎，是，不好意思啊，来，我走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小心！我刚才行了，你不用跟我解释了。我没，我是我已经都看到了，你有什么可解释的呢？但是下次你再表演这么恶心的东西的时候，可以不要给我打电话叫我跟你一起欣赏吗？我没给你打电话叫你。无敌，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你每天跟疯子那种神经病待在一起的话，你会变得跟他们一样恶心的。小心！
小心！有病吧你？我就是有病，你有药啊？本来我想气一下杨子熙的，谁知道你自己不争气，还让人家开了窍了。在我还没有失去理智之前，你最好给我闭嘴。但今天的事实证明，他的心里边还是有你的。闭嘴！我说个正事。明天你能不能帮我出个车去火车站接个人？接谁啊？派司机去吧。你家丫头明天要回京了。呀，樱桃小丸子，沈冰。哎呦，行啊，小子，手机应该接月明了。什么时候来啊？明天上午10:01北京西站。那这事儿我得去。我这么着，先接上你，然后再去西站接他。晚上我再组一大局，欢迎大 party， 好吧？别假客气了，我先给这胖子发信息，让他订房。林夏，林夏，嗯，我发现那老男人总盯着你看呀，啊？夸张了，什么老男人啊，我看撑死了。40。什么眼神啊，我跟你说，我看你眼神非奸即盗，真的。哪有啊，我觉得他眼神挺有杀伤力的，有时候还有点像疯子呢。哼。别过来接我了，咱们就直接西客站见吧。行行，一会儿见啊，不好意思，一会儿见。哎，你接没接到人啊？我这儿已经到口了。没有啊。冯总，我跟你说啊，他这个地方有两个出口，一个是北一，一个是北二。我现在是在。哦，我在北二呢，那你去北一吧，好不好？好嘞。出来不就完了吗？他就没电话，连电话都没有，外星人啊！不是，小万子今儿穿什么衣服啊？我不知道他穿什么呀，你不是看过他照片吗？你按照照片找好吧。我哪知道，这遍地都是你媳妇这样的。行了行，我自个儿想办法吧。向猛他媳妇儿，沈冰，沈冰，你是小猛的？对，我是沈冰，冰雪的冰。忽然间黄昏，下雨落下，夕阳飘洒，尽管了我的忐忑，在眼前你就像溪流，像个火焰，像星辰，像一个谜。我是如此的
似乎已经彻底忘却这个世界。你充满了我的全部思绪，生死落难相伴挥之不去，这感觉就像是完全的淹没，爱已将我深埋。